大家好啊，虎年了，大家有没有觉得香港已经有个新的开始呢？因为香港和内地已经通关，真是一个很好的兆头。我在这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做生意的货如轮转，生意兴隆，打工仔步步高升，读书的学业进步，小朋友快高长大，恭喜恭喜。